曲奖的这首歌曲。谢谢好朋友，大家好。
接着呢要带来这一首歌呢，也是我也存在心里面的好听的歌曲。这条歌哦，哎，虽然秋天还没到，但是呢渐渐的秋天的氛围也快接近了，所以带来这一首秋天以后送给你们，谢谢。
是在那边。谢谢你们。那这边有没有来自高雄的外高雄的舞蹈？手也还挂一个舞台。恭喜吗？啊，台中的朋友，没当阿婆哟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感动。今天呢？老乡你好，老乡。OK， 今天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呢，可以来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。那我觉得这些视障朋友们真的很厉害。虽然老天爷关了他们另外关了一扇窗，可是也开启他们无限的窗。所以呢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些视障朋友们，我们给他一个很热情的掌声，好不好？下午的时候，我来这边彩排，那看到了很多的视障朋友，他们对于他们的对于音乐的热爱，还有对音乐的一些执着，让我觉得我姐姐比他们还要更幸运的人。为何我们不能更去热爱我自己最爱的音乐呢？所以请大家给予这些朋友们再一次更大的掌声，谢谢。非常适合今天的天气来唱，来，阿里阿斗送给你。人生打拼是阮的功课，不
望呢大家呢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台中市长韵乐乐团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我们给台上老师一个很热情的掌声，来唱一首《千言万语》。会唱的朋友，我们一起唱哦。Sure.